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对神的信奉哦，对神的信奉。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，八之三之一哈。好，一样哦。我们现在是从头到尾都就是类似的，应该说不是类似啊。圣达队哦，圣达队哦，关卡很多就不特别解释了，就直接先来为大家做通关的示范。这个 combo 会不会太多了？我只想要 KO 掉两只而已哈，所以不用那么大力。因为这边是静木珠哦，静木珠，所以你发现天降会比较可怕一点。不过无所谓啦，这个静木珠无所谓。为什么带一只肥婆嘞？嘿，这个个人对肥婆有钟爱啊，不是啊，个人对这个肥婆就是的功能哦，它的技能性来讲有一个这个第六关哦，用不到。好，所以我们带了一只火肥婆进来哈。当然，我是比较喜欢那只那个长得像狗的那一只，忘记叫什么了啊。不过之前已经抽了练了，就算了。然后叫我再练一次，很懒。基本上这一队的速度够快，也不用 也打起来压力 也很小，所以我建议用这个圣达队来做一个通关的，魔力召唤一下，技能全跳了，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到下一关了，无所谓了，但是小心哦，下一关有风纪哦。好，轻松轻松哈。基本上百姓用的队伍就是要让大家轻松打，好，轻松过，哦，不要吃石头哈。好的，不是啊，风纪是下一关哦。好，这个给他照个相哈。关卡资讯的部分我们会持续帮大家补哈。这个厉害了，静木珠居然还搞到完全没有，只有一颗光，也有点扯。这不要说我拍片了，光看片的人他就看到目睭灰灰不外看成菜龟，往来看着死龟哈，把它看作脸部哈。为什么没有押韵？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押了哈，随便乱念的那样啊。这边没什么压力啦，就边除技边打啦，这我们都除满了，所以对啊，也蛮奇怪的，不太需要除什么技的意思啦。好，这边做一个叠珠哈，看不出来就算了，你只要看到它叠出来就可以了哈。这个百姓为了拍片，这个嘴巴也是不是嘴巴，喉咙也是快烧瞎了。因为八峰关卡蛮多的啦，他可能怕玩家一次就玩过头了哈。第三关哦，风纪还有越战越强哦。好，这个是一定幅度的哦，照个相，锁技。哦，可以叠加哦，所以先干掉它好了。好像也不用嘛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光珠的问题，那就是好，绿光珠出来。哦，节省我们的时间呢、光珠有了哦。主要我不是做攻击啊，我是在做绿珠啊。因为要节省大家的时间，也节省百姓的时间哈、一波哈、一波给他带走。这个记得开机之前要看一下画面哦，不然就像百姓一样有点茫然哦。好，打几四颗就可以了，记得打几四颗就可以了。好，一波一波，这个越战越强铁，这个还好吧。
因为他没机会越战越强，我就让他没机会战了哈、哦。第四关风化腐蚀哈，这个扣3000滴的哈、哦。可以的话，我们也是延续上一关的技能，就是弄一下这样啊，不，把它带走这样。哦哦，因为这个。差点去撞到哦！大圣减伤，尽量保持满血哈、哦。哦，这个目前关卡资讯就是对，我们还在持续更新这样。哦，为什么忽然冒出这一句？因为那个，哎，因为刚有。对，这个我们的太要传讯息过来哈，因为我们正在赶工。这一次的话，看一下，转一下好了，没关系。好，省一点点小时间哦，省一点点。好，这个。哦，进出关就是这个好处，很快就可以这个，哦，这个 combo 数很快就可以拉上去哈、哦。强化腐蚀会减少75%的伤害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就是不要用强化腐蚀就好啦，简单嘛。这一队来讲，几乎90%的关卡应该没有问题啦。我自己评估来讲，应该是这样，所以我没有进关卡，我都全部都直接选这一队。哦，只是大概那个，大概那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等我一下哈、哦。这个，这个小组成员正在讨论一下那个关卡的部分，哦，所以我要稍微回应一下，哦，告诉各位这个我们这个关卡进度大概到什么程度了哈、哦。这个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先把血补满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血补满，哦，不要做强化腐蚀哦。哦，新珠多弄一些出来好了。好，开机。哦，省点时间。哦。因为这个大圣 CD 哈、哦，我的大圣 CD 还蛮快的哈、哦，所以基本上有些时间是可以省下来，我们就省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对，很快的就通关了哈、哦。到第六关，这关比较特别哈、哦，不能火腐蚀不能消除哦。哦啊，那个我们就直接把它弄掉哈、哦。哎，当然连我的这个天秤也被弄掉了。好、哦、好，那个。那个不是重点、哦、重点是我们增加通关的数据，没办法，那个消就是一起消啦，我没办法。哦，不然被卡在这边也不是一个办法。对，你看大圣要是血量越扣越少，你没办法补血，这也是很危险的。哇、哦啊，反正我们队伍稳，就是直接就这样通关的啦。哦，不难啊，不难，哦，不难，千万不要讲不难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讲不难，下次他出来的关卡会变成超级难。但是目前所得到的一些资讯来讲，后面关卡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技能，我就觉得弄得太复杂，这个
玩起来就不会那么好玩。你可以想一些不错的 idea， 但是关卡设计的太怪了，没有？我怎么讲呢？就也不能说太怪不怪的问题，就是技能太复杂，玩家会看不太懂哦，主要是这个问题。哦，大圣偶尔也是可以开一下啦。哦，这个下一关的部分反击3000哦，所以我建议各位在这一关先把技能出满哦。所以我现在属于一个轻轻的抚弄的状态啊，轻轻的抚弄的状态。哦，轻轻的抚弄哦，啊，这个血量稍微注意一下哦。我差点忘记我的血量了。哎、欸，嘿、嗯欸，你死啊！嗯，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哈、哦。3000哦，3,680，18000，就是我只要摸他一次，我就要再捡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削个绿珠好不好？削个驯服石再绿珠就好。这个小金啊，靠，才讲完了，就马上把自己的攻击珠削掉。哦，有点危险。这个为什么天雷没有开我也不知道、哦、好像是刚才这一只把我们技能消掉，我在猜。好，这个一波不带走我们也要被带走了、哦，哦，就这样。哇操，这切不开，基本上是可以切开了，来不及切了。天降，漂亮的天降，254万的血量是否能够一波带走呢 ？K， 哦，谢谢各位。哦，所以记得前一关先绿好猪啊，好、哦，我刚那个按住好像弄过头了哈。哦，不然被他反击3000，我摸一下我就死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这个持续会替大家攻略新的关卡，拜拜。